当大海的水啊退去以后啊，有很多的海鲜啊，它都会埋藏在沙子里面，沙子里面也是有营养的，它会来防止被太阳的暴晒啊。今天咱们带个大漏勺，看看能不能挖到什么货啊。如果有货的话，大家给啊，对，点个双击，就当鼓励一下。哎，发现有啊，好几个大嘎了啊，哇塞，还行啊。喜欢大海的一定要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看我带你干海直播。